我们要去哪？去塔勒。你有开心哦？超开心。真的哦。走吧。是我的早餐。好啊，走吧。今天水好多。对啊。没看过这么多。那你就要在这边烤。很好做的，你会弄吗？会吗？可以可以，不用。你举高一点。我们第一个要烤什么？是牛肉。牛肉片。小小为什么不吃猪肉？因为我会烤不熟。猪肉会是这样。牛肉比较好吃啊。真的、哦。冰太硬了，对不对？他还没解冻。这老爸。把它拔起来。拔不起来。还好这是分开的。玉米应该拿得起来。有吧？好像有啦，那有啦，比较慢。拿好。李玉米就先放上去啊。李玉米就全下吧。全下吗？对啊，愿意吃全下。满满的。对。哎，你会烤肉哦？哇！你真的会烤肉？不是很会。你要涂烤肉酱。对，不然没味道。哇，我要什么？我直接弄吗？对啊。迟来的中秋节烤肉。你中秋有烤肉吗？我去店里啊。好、啊。人家烤给我吃。所以你都没有自己烤过、哦。以前没有哎、欸。前应该有啦，但是因为烤肉都有奶油，通常我是做的吃的那一个。就等吃，没有从来没有自己烤过。有啦，就是比较少。不知道怎么可以喝酒。耶、你要喝什么？烤肉就是要配酒。这个好喝。好喝。这就是没啊。你一大早没吃东西再喝酒。先开。先开喝了。好喝吗？什么味道？我没有喝过。很葡萄。很葡萄。很甜甜。你喝这个会醉倒吗？会哦。
哇，那我选不起，那我选不起。你怎么烤那么焦？糟糕，好黑哦！好黑，烤的也太焦了吧！成龙生，你的频道最不会烤肉的人。吃玉米。刚刚有点烤焦了。吃看看行吗？后面里面冰冰的，有吗？不会啊，都是热的。好像还可以。还可以。会不会焦掉都是生的？会不会我自己都不知道？对啊，是你也不知道。可以吗？可以，真的哦。肉好吃吗？喜欢吃牛肉。小小是比较喜欢吃肉，不喜欢吃菜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真的。哎，你不会吃完那个牛肉你就饱了？花很多没烤。烤什么？烤豆干。豆干。你会烤豆干吗？对，豆干要怎么看什么？跟玉米差不多吧，怎么连在一起的？应该就是会那个吧，等下它就会分开了。应该就是有一点点小焦焦。超冰的。超冰，都是冰块。不知道豆干烤得怎么样？没有，这次都快好了。你要吗？剪刀把它中间剪一下。要吗？我感觉中间不会熟。真的。小小试吃，试吃我的豆干，好烫，很烫哦，超烫是不是？我看一下烤怎么样，不可以了吧？可以了，这感觉都可以。接下来烤什么呢？牛肉。这是什么？牛肉块。澳洲特级牛肉块。哇，你有碎冰的。看一下你烤的怎么样？有专业吗？有夜市水准，真的哦。烤肉。哎，这样一盘要卖多少？这一盘，现在外面都卖100块。那这一盘应该不止，这一盘应该要300块。300块。因为还有我的加持，还有我烤的关系。好，看一下你烤的。好。我的加持多100块。
烤好了吗？差不多了。看一下你烤怎么样？我看一下。好。行啊，你吃吃看感觉怎么样？小老师都吃生的。没有，这个没有很生。真的哦。我觉得刚刚好。几分？就是五分熟。没有没有。七分熟。我觉得太多可能就会生烂。是哦。所以 OK 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蛮刚好的。蛮刚。对你来说可能会觉得。接下来要烤什么呢？烤虾。你喜欢吃虾吗？为什么每个人都是没有壳的虾？我的这虾是没有壳。那我下次是要买这直接剥好的。下次要买虾的。洗一下子。你刚才放在那个盘子里面，我们用水冲好了。啊！虾子还会跳哎。还是你直接用手剥起来？你用手剥好，剥一剥再洗。看你烤的怎么样。你要烤到全部红哦！太快啊！烤到有没有开心？开心耶，蛮好玩。而且我很少这样子烤生吃。在旁边等吃，我觉得很。聊就是要烤聊天啊，聊天喝酒，然后就会谈，就会出汗，而且家子都没有。可是我觉得自己动手烤还比较有乐趣。对啊，是蛮好玩一下，你剥怎么样？你吃吃看，吃看看好吃吗？行吗？真的行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夹菜。老螃蟹。夹菜哦。小螃蟹虾要小心。不知道怎么被小螃蟹吓到。长得很像我的虾子，不然我在烤。你要烤啥？蛤蜊。你喜欢吃蛤蜊？超级爱。这是有壳的蛤蜊吗？不然那个是鹅啊。欸、没壳的那种生蚝你敢吃吗？没壳的生蚝也有壳的，是那个鹅啊。鹅啊吗？反而让我怎么上字幕？为什么？就是虾子吗？蛤蜊。蚵仔煎的那个。蚵仔。那其实他们都有。应该是。牡蛎啊，他们都有壳啊。哦，就是那种蚵。只是要挖出来的。再来看你烤的怎么样，满满的。
好吃吗？你喜欢吃海鲜哦？是吗？超爱吃海鲜。对对。好像海鲜比肉还喜欢。开心吗？好开心，吃饱。